讯ovale。前面有一个圣诞号的小姐姐，我们去撩一下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我要说什么？真的，真的不是女的吗？男的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女孩子呀。那你有对象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有对象吗？上一句。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男的。我手拿流星弯月刀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前方何人报上名？有能耐你别跑。この思いを消してしまうにはまだ絆がいいでしょう。やり残してることやり直してみたいから。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清纯系的女网红。为什么生不了孩子呢？因为我是个男人。外甥啊，明天出来吃东西能不能把你的脸洗洗再出来？哎呀妈，有劲了。我是不好看吗？我是不可爱吗？为什么没人给我点赞呢？你干啥呢，儿子？我在聊天啊。这是你的身份证吗？哎呀，你给我！Apóyanos suscribiéndote a nuestros canales. Gracias por ver nuestro video.